在走走这边，然后绕到这边，这里是大直桥。跳跃跟 Rumba 的伙伴们，我们可以先稍微聚集，然后我们的活动准备要开始了。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跳跃跟 Rumba 要去浪浪之家的约。我是 Rumba 的阿杰，那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两个公司的联合约席啊。大家都知道 Rafa 是一个首选品牌，好，包括我们自己骑车也都是很喜欢 Rafa。 那希望今天好，大家可以享受一下 Rafa 给我们规划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浪浪之家的一个经典路线。好，祝大家今天骑车愉快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今天的领骑班。待会儿新上路，超新奇，人应该会蛮多，尤其是现在的河滨路线，很多小朋友会爆冲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周边的状况。不知道今天骑车评价几点？耶！Rafa 有个活动，然后他们的 CEO Simon 有在这边合照，所以等于是今天邀约 CEO 来这边就隔空时空合照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据点。参观狗狗的区域，因为这边有分猫咪和狗狗的，我们先去看狗狗的。然后大家进去前要有个心理准备，狗狗的叫声很大，第一次进去一定会被吓到，会蛮震撼的，就有种身体共振的感觉。水站那个地方会出去，我们会引导大家。爸爸的理想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喜欢骑脚踏车这个运动，所以我们产品开发也变得更多。他应该第一次参加这种约骑活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想到要去看到。做调查的时候发现狗狗的数量其实逐年在攀升，因为2017年的时候已经取消掉就是安乐死这个制度了，所以狗园里面的狗现在是暴增的状态。会有准备一些狗狗的卡片，让就是放在睡衣背后的口袋，就很像你带着狗狗去一些骑车啊。衬衫就是比较层次通勤，它也是有防泼水，它也可以折叠，它可以收纳起来。就如果热的话，可以变成一个很小很小，就是你在旅行啊或什么的话，可以直接把它自体收纳。你想要不拘束，不要穿那么的紧身的话，其实 Rafa 都有一些不错选择。抽到女版，或者是拿回家给太太、女儿都可以啊，这是挑。